透过三种需求，教你如何选马克杯转印机。如何在那么多种马克杯转印机中挑出最适合自己的呢？拥有多年专业经验的医生要来教大家透过这三个评估技巧来选择，推荐给低预算需求的您，经济实惠的创业伙伴。第七代马克杯机，创业初步预算有限，第七代马克杯机不仅最经济实惠，在印刷品质的表现上也非常良好。若预算上较为宽松，则推荐您支援多款式印制的四合一马克杯热升华转印机，再加上马克杯机做搭配，便能大大提升可印制的产品多元性与产量。推荐给高产能需求的您，产量增倍二合一马克杯机，若日产量低于200件，可选择手动操作的第七代马克杯机或半自动操作的电动马克杯转印机，若日产量高于200件但预算有限，则推荐二合一马克杯机，能帮助您提高一倍产量。若日产量高且预算弹性，则建议同时搭配多台机器以提高单日产能。推荐给客群多元需求的您，支援多款杯型四合一马克杯机，您的客群如果较多元，建议选择四合一马克杯热升华转印机，该机种可同时支援六种不同杯款的印制，提供您更多元的产品款式。您的客群如果需求较为单一，重视图案高过于杯款类型，第七代马克杯机、二合一马克杯机、电动马克杯转印机三款机种搭载高品质且快速的产能，便能满足所需。透过以上三种不同需求，希望能帮助您找到最合适的转印机。若有需要协助的地方，医生也十分乐意协助您哦。医生成立超过20年，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包含 UV 直喷机、雷射雕刻机、热转印机等印刷设备，拥有专业售后保固团队，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欢迎找寻 MIT 品牌医生免费服务专线 0800-520-005。